我旁边这个遗址啊，就是在这个索菲亚的这个叫 Sidri 啊这个地方啊，不是 Sidri， 就是这个火车站啊，这个地铁站啊，它的这个修建的时候啊，地铁二号线修建的时候，突然间就挖到了一个遗址啊。这个遗址呢，就是这个以前罗马帝国时期的啊那种风格的建筑，大家也可以看到啊，这块大石头就是原来的了。这都是后砌的啊，这都是后砌的。这有厕所呀，什么小街区啊等等啊，都在里面。这说实话很古老啊，这个是2010年的到2012年的这两年时间挖出来的。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大的东西，就是一些墙啊。它这个是基本上是复原图，可以看到这个小型的这个街区，但是只剩下一些砖了，看着了吗？东西已经都没了。这砖好像也是后砌的，看着了吗？但是它是复原出来了当时的结构啊。哎呀，不逛了，这就准备出去了，累了。我现在去登记我的酒店，然后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我去这个海边的那个酒店给它取消掉，因为感觉时间我就怕到时候出现问题啊，赶不上我的那个飞机，这就糟糕了。哎呀，因为过安检和海关这两块挺麻烦的。